欢迎光临，拜托了，便利商店。嗨，最近大家都在封世祖，所以我跟你讲，我很怕现在大家都在看世祖。我们赶快先分享一下转播，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赶快，大家赶快帮我们分享直播。我们今天有好礼哦，不分享会后悔哦。好，这边哦，打开 ET Today 二势力的粉丝专页，按分享。已经有三个分享。今天那个网络很慢，你在干嘛？我的手机为什么一直滑不上去？今天粉那个我没办法按呢，怎么会这样？我的手机是怎样？我的手机宕机了。好，反正就是大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因为今天会有送那个好礼。然后因为最近世祖很夯，对不对？对。然后刚刚那个 VCR 影片那个 Michelle 在那边就是很坐在地上那边跺脚，说世祖料理就是吃那些什么肉干啊什么的。我跟你讲，我们今天要用教大家如何用便利商店的食材做世祖料理，所以大家就是拭目以待。对。然后你最近有看世祖吗？我其实说实话没看。你没看？很少男生没有看世祖。真的太忙了啦。你在研究菜，我看到你Facebook。对啊，我都在研究那个麻辣锅。麻辣锅有没有看到？可是其实我还是有支持的队伍。你支持谁？我从以前就一直支持巴西。巴西？对。内马尔。内马尔。那葡萄牙？因为现在葡萄牙跟那个摩洛哥已经开打了。我觉得。然后，你说。因为今年的世祖都是那种。出乎意料，对不对？爆冷，对，爆冷，所以我还是觉得摩洛哥。摩洛哥，对，因为就是你，其实我内心，因为现在葡萄牙跟摩洛哥已经开打，他们在8点的时候就开打了，所以呢，我们等一下，网友就是你们可以，现在比分是多少？比分1-0。葡萄牙是1，现在比分葡萄牙是1，然后摩洛哥是0。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要请网友来猜比分，在9点半的时候，你可以我们会公布一个网友，然后会抽中他，会送他精美的好礼。有人，你先看一下那个留言，不好意思。怎么样？他说什么？阿妹来现场了，你是阿妹吗？你是妹姐？不够明显吗？阿妹吗？我以为你是贵宾。等我一下，我以为你是贵宾。我觉得那个 Candy 姐花那么久，你跟我说的是贵宾狗。好，我等一下，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有点看不出来，没有关系。我还有一个提示的东西。来来来，我刚刚昨天就已经把这个放在这里了。欧阳菲菲有没有？欧阳菲菲，欧阳菲菲是不是？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这个锅子非常的坚硬哈，不锈钢的。好了，妹姐，那我问你，你自己有在看世祖吗？有，我跟你讲，你支持哪一个球员？你应该是看帅哥吧？对，我前几天看那个德国队，虽然他们输了，但是真的，德国队好帅哦。德国，刚有人说你是乌苏拉，什么乌苏拉？其实我觉得乌苏拉比阿妹像。没有，我今天刚刚有一个人讲说他是像什么海格尔啊，还是海格。更像海格就是反正什么都像，就是不像妹姐。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有一个大来宾，他刚一来就直接叫我妹姐。没有吧？你确定吗？没有，因为其实世祖，因为我今年是第一次看世祖，然后就是世祖就是男生女生都很疯，然后就发现说，武汉足球场也太大了吧，超大的，比篮球场还大。就是我觉得难怪足球员体力就这么好，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肺活量一定都很好。对，像妹姐你在演艺圈的肺。
肺也是就是众所皆知的，就是平常就是跑一些足球场才练出来。后面的朋友，后面没人了，后面没人，后面没人是不是？我是看到什么朋友？你刚刚一讲，都后面的人都跑光。你要说后面的好兄弟啦，对对对，后面的好兄弟，再过几个月中元节来了，开普渡了。好，我跟你讲，我们今天这个大来宾，他的肺在演艺圈也是一等一的。怎么可以跟我比？可以，完全可以。真的吗？对，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大来宾。不要，没有啦，好啦，欢迎我们的大来宾李佳薇。李佳薇，耶，嗨，谢谢 ，sorry sir， 谢谢谢谢，谢谢佳薇，不给，因为你刚刚说不要欢迎他。我跟你讲，他刚刚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想说歌手应该有歌手的一个矜持，就是他一个姿态，他一进来就开始呛我，哎。因为你就欠呛啊，你完全就不懂得长辈，你知道吗？他一进来就跟我说，我今天是梅姐。对，他说凭什么？隔壁一捧都说，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他的肺就直接穿过去了。梅姐是我的偶像，哎，你这样，那你现在还不赶快跪下？啊，没有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网友请你开打，对不起对不起，你开打，请慢用。哎，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对对对，佳薇，这是你的那个第四张专辑，对对对。那你就是有什么？这个专辑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哎，这次专辑有双封面，因为就是这是拍摄的就是有一个自然系的，也有一个比较像我刚才发现我忘签名，对不起，然后你在这里，你签在这里，这鞋子真的忘签名了。然后这是有比较有个性的，然后这一次呢，有一支 MV 是特地要到 LA 去拍，所以就是像一个这么有个性、开心的，就是刚好像你双子座的个性，就是双两面的感觉，对，就是各种面向。对，而且之前大家都觉得李佳薇就是飙高音，然后歇斯底里啊，就是会比较不会歇斯底里啊，就会觉得你的喉咙很强，很佩服。但大家就是会停留在那个既定印象，所以这一次对啊，我觉得很有勇气跳脱，哎，因为像大家都记得我很美，就上礼拜 Lina 的样子，但是我觉得这礼拜还要再挑战一次，就跟李佳薇一样有勇气。但你挑战失败了，我想说啊，对不起，怎么会失败？现在歌手怎么讲话都那么的。都这么的直白，我这么的直接。我觉得我现在我离开这个主持界。耶、yeah! ！我们终于等到了。开心的，原来就是你。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主持喽。接下来就换我主持一点。好了，继续介绍专辑，对不对？对，而且这一次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面相。为什么大家很好奇说为什么相反的事？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很多是跟大家预想的或者期待的不一样，真的就像世祖一样。其实我正想要称赞你，大家都说什么世祖不是什么神预测，什么章鱼哥啊、猫咪啊、鹦鹉。其实我觉得最佳神预测是佳薇你本人，是相反的。对，相反的是，因为今年世祖都是爆冷门，对，都是相反的事，真的有点傻眼。所以你才是先见之明的那一，真的就是，请大家好好听这张专辑，可以陪伴大家。如果你的支持的球队不小心输了，李佳薇可以陪伴你，因为我们一样的事。对，哎，那佳薇，我因为你那一样的事的那个 MV 啊，我有看，就是你整个很像那个森林公主的感觉。那你是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感觉给就是听众这样？因为其实有几幕是我一直拿不同的花盆出来，对对对，然后浇水、枯叶啊，对对，每一天都在做一样的事重复，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在离开一段感情的时候，大家都会一直重复的。其实你都在做一样的事，只是在你旁边的人已经不一样了。然后甚至有一些人是会变成是习惯，是这意思吗？OK， 对，一样，我每一天都在做一样的事，只可惜就是那个感觉已经不一样。物是人非。对，其实你刚刚全部讲就物是人非四个字，我们流程会快一点。你意思是说他废话？没有啦，没有啦，还是要详尽的介绍。我今天是来宾，哎。哦，可是你刚刚就攻击我。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是唱给他，让他吓到。对对对，我想要听一下，你就是唱现场新唱一下一样的事，可以吗？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你呀，我呀。都单纯的可以，一样的话再说会介意，一样的爱从亲密变成回忆，对不起，一样的事不可能再继续。好好听啊，好听啊，哎，请进吧。而且嘉薇，你刚刚在唱的时候，我觉得会唱歌的人真的很迷人。刚刚你在唱，可以，这我可以，可以，哎，人家不可以，人家有了。不好意思，接下来第二个嘉宾出场了，你先占舞台，哎呀妹。
来啊，你唱啊，你唱啊，来啊，你唱啊。在我心上。你是要睡着了？他说：“我可以帮你唱。”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你不要帮他，你不要帮他对嘴，你不要帮他，你不要帮他。他再唱下去，我就在你身上我划一刀。对，我会杀他。现在很敏感，新闻画面很多。对。然后我跟你们讲，因为刚刚听嘉威这样唱，其实大家都有点意犹未尽。可是因为嘉威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轻易开金口的，我们今天是有关卡的，非常要激战，非常要挑战大家。对，现在大家马上就是那个板板嘞，按赞的板板，在左后方，左后方。哦天哪，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出难题哦，不是轻易就可以听到那个嘉威本人唱歌。150个赞、300个赞跟400个赞都有不同的关卡。对，怎么样？没有，我刚一直要把它用回来。都有不同的关卡，然后你们每达到那个赞的话，我们就会开启任务，嘉威就会完成，你们就可以听到嘉威更多的好歌。嗯，对，那所以刚才现在想号召朋友按赞，我们其他表情符号都不要，爱心啊、笑脸就是看赞数，就是赞，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不是要那个分享一下这个足球的料理？对，我们今天有现场有带来那个一个餐厅的足球料理。你看这个很漂亮。对啊，好可爱哦！我来到就觉得，哇，天哪，少女心。这个是什么？足球的杯子蛋糕吗？这个是杯子蛋糕。这是杯子蛋糕。啊，那这个是哪一家的？丰富的。丰富的杯子蛋糕。太漂亮了吧！好可爱哦，是真的可以吃的吗？等一下，可以吃的，这可以吃，这可以吃，我们可以吃。所以我们现在吃给大家看，是不是丰富的杯子蛋糕？说不定大家一起来认国旗。哎，这个是法国吧？是吗？这是法国。法国，你好厉害哦！你可以吃，你可以吃，你有在忌口吗？嘉威 ？OK 的，这种时间没有人理我。你有什么开嗓的秘诀吗？没有人理我了，就是讲话。哦，所以你就是演唱会前会先开直播，是不是？不然。讲话是什么？你就是说讲话要用肚子讲吗？还是什么？如果我真的要开嗓的话，可能就是我会伸舌头，伸舌头。对，但是这个事情不太适合在太丑太丑了，不适合在直播上做。那你可以吃这个，哎好，好好吃哦，巧克力的，巧克力，它上面是奶油，然后里面是那个巧克力蛋糕吗？我还没吃，快点先酱瓶，他还没吃啊，他还没吃是吧？嘉威平常喜欢吃甜点吗？我非常喜欢吃甜点，但我不太爱蛋糕类，我爱那种比较湿润的。那这个算是吗？这算蛋糕，但它好吃，可以。哦，要这个汤匙是不是？你觉得嘞？我觉得很好吃，它巧克力非巧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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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浓郁，然后它上面这个奶泡也不会显得过甜。它虽然加看起来很多，但是不会觉得过甜。纠正一下，这不是奶泡，是cream。哎，这个我觉得，哎呦，这个很酷，这个是美孚大饭店做的。我刚才看它，然后它这个是草皮，这是不知道是什么慕斯吗？哦，那个可以，那个可以，那应该是慕斯，对，慕斯。这是整颗巧克力吧？没有，它这个是整个是。我以为是连外皮都可以吃。它这个，它上面有金箔。它这个是巧克力，然后这是金箔，然后这个是巧克力。那它这个是可以吃的，它应该是可以，外壳是可以吃的。糖制的柠檬，不是柠檬，柳橙片在上面。然后嘞，它那最里面那是什么？它上面是镜面的巧克力嘛，然后下面我要看一下是什么，交给专业的来分析。谢谢你。这个是美孚大饭店的这个，哎，这个叫什么名字啊？没有讲。谢谢。哦，足球花园。哇 ，OK， 谢谢。你们是从哪里拿到这些的、啊？你们是看我的名号去跟他们收钱？没有。哇，这个怎么开始吃啊？它这个球球里面还有珍珠，哎，好可爱哦！好多机关哦！真的耶，好贴心哦！我看它怎么开始吃，怎么吃怎么吃。我会先吃一下它的糖制的柳橙。他给我一个糖什么？李丽丹啦，专业的厨师可以这样吃东西吗？不可以。好吃。它里面有很多夹层啊。哦，对。天哪！嘉威，你觉得这个口感怎么样？可以。可以，很 OK。你吃里面它有非常多层，对，它是慕斯哦，对，还有慕斯，然后下面也是巧克力，但不是蛋糕，是蛋糕类吗？哦，所以这是你比较喜欢，而且微微的酒香，你闻出来微微的酒香吗？它湿润的，而且它上面配这个，好像冰淇淋柠檬片，有点酸酸甜甜的，就综合，不会就不会腻。巧克力的甜，我那一张桌子坐下来就开个下午茶啦。哎，真的，那直播观众你们就自己先聊天，好不好？啊，这个嘞，这个叫什么？角球蛋糕，那也很可爱，而且它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打开看一下。哎呦，蛮咬开。
你看，你看，你研究一下。还是它整颗都可以吃？我这颗应该可以吃哎。哦，里面是巧克力。巧克力，不要一直在破坏食物啦。没有，我拉给他大家看，它里面是巧克力球。嘉威，这个给你。谢谢。我天啊，里面是巧克力，好精致哦，美孚大饭店好强哦。好好吃哦、然后上面还要撒那个糖霜，这是抹茶吗？对，嗯，应该是抹茶粉。我们每个都试试，外面工作人员会不会瞪我们啊？他们说，你来吃一个就好了，等一下我们结束还要吃。哦，真的假的？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们不会讲前面两个字啊。哦，不会讲。留两个，留两个，很好吃的。所以这些蛋糕都是你自己平常推荐给大家，因为现在四足很夯，就是你们可以去美孚大饭店，还有。丰富，然后可以点这些甜点啦，就是可以跟风一下市集这样子。好，嘉威你可以继续吃，吃哦，你可以继续吃。哎，那 Fred，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那个？对，我要来这边。我们今天有关卡了。对，因为上礼拜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嘉威你本身会做菜嘛，我就是我会把食物弄熟，弄熟，就是比如说把青菜炒熟啊，或者什么。那你已经比我们厉害了，因为我们上礼拜就是崩溃厨房，就是整个东西也没熟啊，然后什么都烧焦啊什么。所以他今天他为了要精进我们，他今天又出了一道难题给我们。天哪！我觉得还好，因为上礼拜来宾是因为是凯莉的关系，凯莉毕竟是一颗老鼠屎嘛，然后呢就把我们整个团队都带坏了。但是听说嘉威每一项都很厉害。对啊，又会做菜，啊、可是他说他只是会煮熟而已，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他们只会煮熟是不是？我会把它弄熟。好，那我们今天很恐怖。好，那我们今天的做的菜叫做足球油物。足球油物。然后我不能跟你讲内容，可是我会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食材哈。那我们食材有猪五花、海苔、花生、干鱿鱼、干豆干，还有嘉威的专辑。对。对，等一下不要放上去煮啊。然后可乐果、辣椒、蒜头、葱。那调味料的部分有米酒、酱油膏、辣椒酱、黑胡椒跟白胡椒，然后盐跟糖是少许，看你们要不要加。然后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我们还有米饭。嗯，对。那我今天的游戏规则是这样子哈，我会口述做法，你们要认真听我口述的内容之后照着做。好。那因为我怕你们会忘记，所以我会每三分钟再口述一次。好贴心哦。那真的，在这个料理的舞台呢，只能保持两。对不起，刚巧克力卡住。没事没事，初峰，你要喝个水吗？麻烦上个水。然后呢，只能保持两位之外呢，如果每一位只要你们犯错，我就会举黄牌。那累积两个黄牌之后呢，就会换到红牌。哦，就跟足球一样，要驱逐出境，不然你就会出场。出场之后呢，你就要换另外一位帮料理者上场。OK， 好不好？那。现在我要开始讲步骤，你们要注意听。等一下 ，Fred，我们先说好，我们之前私人的恩怨都不要放在这个牌子上面，你就单纯看我今天的表现，组黄牌跟红牌就好了，好不好？我发现我只要一上场，你就直接举牌了。没有没有没有，刚刚已经有跟我说了，他们说至少要让你有两张黄牌。哦，天哪！但后面他们不管了。等一下，然后我必须要讲，就是我们等一下做的这个料理啊，我们现场会有四位嘉威的粉丝，那我们其实。也不只是做给厨房吃，我们还是要给你的粉丝吃，所以我们要认真。好，就是拜托认真，因为上礼拜真的好恐怖。你回去有拉肚子吗？好恐怖，没有晚上做噩梦，再还不吃炒饭，这么可怕。很恐怖，因为我们把那个云朵白云用成乌云，乌云了，我们就做出一些致癌物了。对。好，那 Bird 现在在讲步骤的时候，我们要安静，这你们要注意听。好，没问题，注意听哦。好，第一个步骤，一。将干鱿鱼及豆干切成丝后泡水备用。二，米饭放入塑胶袋，稍微捏压后取出。三，双手沾水将米饭塑形成两个圆饼状。四，以中火将饭饼上下两面煎至焦脆。谁听得懂啊？海苔剪成六角形后，沾水粘在饭饼上。六，将蒜头及葱段大火爆香。七，加入肉片、干鱿鱼及豆干丝拌炒。八，加入辣椒酱及米酒，大火炒过，转小火加入酱油膏。九，以白胡椒及黑胡椒调味，最后撒上花生及可乐果。十，将内料夹入两块饭饼中即完成。他讲了什么？刚刚说了什么啊？对，谢谢大家收看。刚刚是什么？我只听到海苔跟切丝。为什么现在一直快角形？而且中间我绝对绝对不会帮你们。那你讲成这样，我们哪听得懂？啊、就算你们听不懂啊，我已经忘记第一个步骤要做什么了、欸。我知道鱿鱼跟豆干、洋葱。等等等，好，先不行，做 B 所以我们现在先请熊熊跟嘉威上场。熊熊跟嘉威吗？哦，叫嘉威跟小爱。
可能是我们两个有点长太像，他可能认错了。他刚刚一直叫我不要私人恩怨，我就是要跟他有私人恩怨。他个人有私人恩怨，他一直想要，他就是想要我离场、啊。他一直想要帮小爱叫车，这样子就是让他回家。不是，他等一下，因为等一下你们他要过来我这边很恐怖的。好，那就先小爱跟嘉威。OK OK。嘉威，你有记住刚刚的步骤吗？你有听懂刚刚的步骤吗？完全没有，我就是在旁边当花瓶。我们就是创意料理啦。好，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足球尤物嘛。足球尤物。足球尤，足球足球足球尤物就给你。好，我就在旁边摆 pose 就做，好不好？所以我们要现在开始了吗？早就开始了。开始了是不是？什么东西、啊？还没开始啊？好、哦，还没吗？好，三，开始要干嘛？不知道哎，我只听到第一个要切它。开始，切豆干吗？嗯，切豆干跟切。我可以讲吧？不行，我不行。哦，你可以，他可以讲吗？好，那你开这个。好好好，我们切，切什么？快点，快点，快点。第一步，第一步，切鱿鱼跟豆干。他刚不是说切成六角形吗？切六角形吗？真的假的？没有没有，嘉威你不要听他的，他是说海苔切成六角形。哦，是海苔。白痴，我不要乱讲。真的假的？把黄牌，黄牌。没有了。嘉威，你不要害我！嘉威，太快了吧！然后举手，太快了！举手，上场三秒直接吃一个黄牌，那个可以破纪录。认真听可以吗？可以认真听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会汲取教训。嘉威，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接下来不知道哎，开火吧！开火吗？开火吗？哎，后面我都没有听了，我怎么办啊？哎，后面完全没有哎，这个切不到。足球人物主要是做出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什么听得懂？写字动水，他们为什么听得懂？太好了，太强了吧！他们是大家录下来放慢，当粉丝就有当粉丝的样子，好不好？那你看一下水，请问一下水在哪里呀？那边啦！哎，黄牌啊，黄牌啊！太废！制作单位有提醒我要忍住，要给他三十秒时间，至少要活三十秒，是不是？我一直在忍耐。是鱿鱼泡水还是豆干泡水？是。现在大家来机智问答。还有妹姐，你整个人要泡水。你这个剪一段泡水啦。我已经不能再泡了。你这边剪一段泡水啦，烦死了。你不要打扰，你赶快把裁判这样，快把丝。哎，嘉威好像真的会做哎，你很厉害哎。可是他都不会分丝跟块。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就是你剪在一起，我还要挑。黄牌！我们自己闺蜜在聊天，你干什么事啊？这个是一个听我的活动，你为什么要分化了？你不要打扰我，你不团结，红牌之后出去。不行。去。那个厨师，请问一下，等一下，不要进来。请问一下，那个。等一下，我一定要提一下。怎么样？红牌了。红牌了，这么快？你们真的很心机耶。嘉威，不好意思，这个是换人了，意思吗？对，换人。你也太快了吧！你很废，废的。你很废。我有加分题。加分题是什么？就废的，你们那个厨师界有没有什么潜规则？我什么都可以配合。有那个什么拖我都可以。有吗？有。就是洗油锅自己跳下去。洗油锅吗？没有洗油锅。我们那叫炸。好了，那还是换熊熊好了啦。我不相信熊熊能有多好。网友有提示吗？没有，只有我有提示哎，大家对我多好。那怎么办？我要干嘛？就把它丢下去泡吧。这些吗？豆干也丢下去。这个，我觉得鱿鱼，这个是一定要的。鱿鱼它有点硬哎。我感觉好像也没有多厉害啊。没有，因为我哎 ，Fred， 你不是会讲开四金口四次吗？没有啊，你现在不是叫我不能讲话，不能讲话。没有，你可以开口四次啊。三张嘛，可以开了。可以开了。好，就这样，来，快说。好，仔细听哦。哎，你看画面，我们好搭哦。哎，你们今天穿情侣装哎！当然，我们就是一组的，我们是足球新式夫妇。而且你知道他的胸部一直顶到我的手镯吗？没有啦，那个是海绵片啦，我没有胸部。我是今天老婆，对不起，我今天晚上没办法干。哎，你不要影响我们的裁判。好了，不要影响裁判的心情。Cut the dry square and dry tofu into water for soaking. Okay. Rice put in the plastic bag and slightly pinching pressure and remove. Hand stand with the water.Mold rice into two round cake pie. Round pie.、Okay. Fry the rice ball on both sides to crispy with medium high heat. Okay. Medium, 中间 After the seaweed is cut into a hexagon, it stick to the rice ball. Okay. Fry up garlic and scallions. Add meat, dry square and dry tofu. Add chili sauce and rice wine and turn to small heat. Add the soy paste sauce.
flavor with white paper, black paper, and finally sparkling with a peanut and peanut cupcake, crackers. Okay. Okay. Put stuff into two rice pie to complete. 为什么要这样子弄自己？哎，我听都听不懂。刚是越感言吗？我有感觉，刚刚就是说要把那个饼煎成一片一片的，就是要。而且我们今天有请翻译。那个对。哎，老板。为什么？怎么了？这个不能放里面了。啊？嘉威是嘉威出错了吗？对，嘉威出错了。真的假的？对对对。那太轻吧。豆干捏烂，你不知道这个是豆干要放进去里面，然后捏烂它吗？就好像蛮合理的。嘉威，等一下你粉丝要吃，怎么办？对不起哦，蛮喜欢，我相信他们应该蛮好吃的，应该 OK。你呢？现在不是在做饭团，不是不做饭。那怎么办？你用中文啊？我刚刚全部都听不懂、啊。不用中文啊。我只是听得蛮清楚，它应该要煎成一片一片。对，把饭哦好。对，煎成一片一片的。煎，然后后面的我就听不太懂。天哪！怎么办呢？放油，没关系，是熟的。油嘞，好，淋到下面。它不要捏成圆饼的形状吧？对。好，啊，我知道了，煎那个啊，那个把它煎成那个饼，饼，对对对。然后白白的。给他们30分钟好不好？我想要一直站在这边呢，感觉还蛮轻松的。是这样，好，我放这边，你准备去煎。很轻松啊，站在这边就当个花瓶就很开心了。我蛮紧张的。怎么了？他们现在没有。哎，等一下，网友在看我们做的那个过程，你们还是要猜一下那个葡萄牙跟摩洛哥的比分，然后外加就是要按赞，疯狂按赞才可以解锁嘉威的任务，不要忘记哦。目前几个赞了？我们来看一下，差多少就可以解锁嘉威的任务了？要等。在五个，哎，没有，不好意思，在25个，不好意思，应该可以啦，150就可以，可以吗？不好意思，数学太烂，我们还有3关呢、啊。哎，你怎么算的？他人已经在场外了，他没有办法再出去了。你到底怎么算的？好，直接丢进去吗？好痛哦，要丢吗？等一下，可是这个油还没有热哎。你们两个可以快一点吗？可是油还没有热啊。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要做成足球样子哦。我知道，你们要想象怎么样让饼变成足球的样子哦。就是把它压得扁扁的，可是，天哪，有人要提醒一下我们吗？有人要讲吗？有网友知道豆干切丝，鱿鱼豆干切丝泡水，我们已经用了，还有别的吗？还有别的吗？那个啦，海苔要切成六角形，变成足球的样子啦。哦。哎，我这样油会不会太多啊？应该不会吧？没有人理我。啊？红牌。我们怎么了？我只是说油会不会太多了，这样也不行。会。怎么样？会太多。真的、哦？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要把它煎脆，不是要炸它。不好意思 ，Fred， 为什么你给黄牌给他那么温柔？啊？我刚好像要打架一样。因为是。我真的因为里面有水。我觉得节目每个礼拜都给我好惊喜哦。那油 OK 这样可以吗？不行，还太高了，不敢动了。我到了。嘉威不行，你是靠脸的。哎，这样不是靠脸，过来。不是。我直接在这边给你看好不好？哎，这样就好了，就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好，小心。我们直接滑下去就好了。就是那个。哎，感觉这个锅子好像蛮好哦。OK， 不会粘。然后嘞，还有没有别的步骤？还有吗？网友还有在看什么？好，你先接我。哦，有，中午将饭饼两面煎至焦脆。我英文很好。然后呢？对。嗯。哎，不要一直讲那个豆干泡水已经在泡了啊。已经是下一个步骤。还有别的吗？网友，不要帮倒忙。海苔要切成六角形，这个我记得。我好像怎么样才是六角形？大家都好，大家都有在认真听哎。这样。哎，小爱，你要帮我们那个妹姐，你要帮我们听呢。哦，六角形是怎么样？这是三角形。不是，六角形，它要做成那个像足球一样，把它贴在那个 OK 足球上面。中火，梧桐说中火，将饭饼两面煎至焦脆。我知道哦，我这样火太大了。好，来，梧桐再继续，梧桐你很棒哦。然后呢？六角形。双手沾水，将米饭煎成两个圆饼。他们是在帮倒忙吗？没有，不要一直讲重复的啊！重复的我已经在做了啊。对啊。啊？怎么样？我觉得这趴三分钟好久。六角形啊。对，没错。可是你想想看，你现在那个饭这么小一坨，你等一下要做成足球状，你现在变成小姐，这是篮球。
你这样盖上去怎么会是足球呢？这样盖上去是预饭团。OK，好好好。原来嘉威也有不会的东西。忘了，所以你已经是红牌了。啊！怎么样？怎么了？谁要走？谁换谁？嘉威吗？换你吗？意思是嘉威，我们两个，现在是我们两个。嘉威请下场。六角形，三号三号。嘉威，你去赶下一个通告来。你不要！现在是大家赶快帮我。然后呢，嘉威，你还记得吗？还有什么？没有，我现在提示第三次哦。第三次，那我保证你们这次绝对听不懂。啊，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没关系，没关系。将甘鱿鱼加豆干切成鱿鱼干加豆干，你不要讲。放在水里底，让伊泡。有。放在。手甲底啊，来，五，敲，好敲，敲，台语我懂，台语。然后，快点！重点是他很默默哦，这样很棒，你很棒。我很专心呢，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哦，两只手，用水，用水，嘿啊，变成让伊变成鱼。影片型，可不可以跳过这一趴？我们都已经做啦、啊。中会，嘿，甲后边煎个恰恰，哦，煎个恰恰，我恰恰。海苔，不干啦。海苔来，海海苔加加六角形。呵，谢谢。加加嘛，六角形是什么？六角形是要形什么？啊，温水啊，黏的饭的来顶头。呵。啊，得来用蒜啊，加葱啊，蒜头跟葱啊，哦，哎，爆香，爆香，我觉得好厉害哦，蒜头跟葱啊，爆香，香不是胖吗？胖什么香啊？爆香是人民币吗？我不会台语，都会耶，哦 no， 爆香，还是我帮你念啦，拍摄今天中控赛，哎，而且这。葱啊，加蒜头是变哪样？等一下，爆香啊！阿加饭同款吗？提起来啦！我提起来了。我就跟你说，香是胖，你在这边爆胖啊！加油，爆香！阿来个嘞！我等哪里去啦？油还不是油？加入八皮，加入八皮，加入八皮。我知。阿鲁巴什么？加油鱼，油鱼对对。还有豆干，嘿，好擦。好，来，擦完后加迄咸姜啊酒。什么酱？盐椒啊酱，加米酒。米酒啊？嘿。哎，潘小姐，这鱿鱼水敢要入味吗？唔通啊！唔通伊。然后快点呐！唔通你去啊！不薪水。你要两张卡哎。我要奖。阿妈。我直接红牌，你出去。阿妈，我很认真哎。你超不认真的，你们。我没有加水啊。然后呢？你出去。Me too 都好忙哦，我好忙哦。Me too 在哪里？换了。没有，那直接喷出去的。好，加。我加哪里？哦，加入 Me too。好。然后再多一点。等水嘿。我来恭贺吧，我来。我进了。等对会，加豆油膏。豆油膏。小火加。酱油膏。啊，用哦白胡椒加黑胡椒。白胡椒，黑胡椒。调味，调味，调味，调调味，调味吗？调味，嘿，阿玲，我来看啦，可以哦，我来，我教你，我跟你讲，啥怎么讲？可以，是吗？啊，醉，啊，可乐果干，我是教嘞，我是教嘞，干花生，哎，你们不要在那边台语教学，快点，哎，花生什么？灰心，偷刀，灰心，啊，加两个，放个两个饼来对。啊，我知道。哎，白胡椒加黑胡椒哈，啊，染料啊，还染个可乐果哈，啊，还染个可乐果，啊，可乐果奥料吼，哎，后边是啥？后边是啥？哦，哎，偷刀，你可乐果阿瑞无？可乐果。
可乐果干阿瑞。哎，重点是梅姐刚到底做了什么？我刚刚给她的时候是这样，完全没有贴海苔。梅姐没做事，所以我才把她办红牌啊。来，我刚刚没做事。刚刚那个东西都是我加下去的，大家都有看到吧？他们什么都没做，熊熊躲好远，他躲到南港去了。熊熊煮饭的时候发现他手特别长，我很怕。可乐果要很多吗？这样。啊，可乐果，阿哥偷刀，偷刀加，偷刀加，小姐来，进来。他就看妹。好忙哦，你到底？我好想哭哦。进来，进来，阿姐，把你几个是一比零吗？怕没哭嘞。我不能公布哦，拍死。伊无一个是对的，要死我。哎，大家要继续按赞，啊，好烫哦。六角星，哈哈。黄门。也不行吗？举手。什么什么？举手。厨师不能怕烫。啊，厨师不能怕烫。对，我们又不是专业的厨师。现在就是。哦，是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啊，偷刀阿爸是啥啊？偷刀我爸是啥？还有提示吗？没了吗？你还没公完，你还哎，你还可以开一次金口哎。正常，我正常的哦。好，请你好好讲好吗？好。生气，嗯。好，第一个步骤，将干鱿鱼及豆干切成丝后泡水。哎，我不要，我们不要，我们直接截后面偷刀，直接后面后面的偷刀，前面不想听了，大概听了200遍，后面。我跟你讲，你再讲久一点，你等一下后面料理也做不完了啦，跟上次一样。快点啦！加入辣椒酱及米酒啊，辣椒酱、辣椒酱跟米酒加去哪里？加在锅里面拌炒。米酒不是加过了吗？加了，加了，加了。然后呢？然后呢？我现在看你们少什么步骤。这样够吗？好，味道多一点吗？不要，会不会太大？会够，很够哎。现在那个阿妹妹，然后呢？哎，快点啊，厨房。没有，差不多了。然后你就是把料放在饼里中间包起来。啊啊！放就这样放，就这样放。怎么包啊？他们基本上就少这个步骤。包什么？像汉堡一样，是不是？对，就像米汉堡。哦，我知道，那就把两个叠起来就好了。嗯，好。哎，有点香哎。可是我们料这么多哎，没有没有，放在盘子上，不然你手会烫到。这样。你好像全部都没有在上面了。哎，那个制作人说留一点给他吃啊，他要试吃，他要试吃，没有没有没有，制作人要阿妹先来试吃，阿妹先来帮梅姐，没有制作人梅姐，梅姐，阿妹试吃一下哈，你得敢妄想，你敢？来看一下阿妹今天第一次试吃，很烫吗？你敢在诱我哎？好来，来镜头看一下这个。哦哦哦！我要配水，好黏哦！就跟你说，好什么？很咸哦！来，我来想办法解救一下啊！试试看，很咸的话，那应该是要加妈妈说。其实配白饭还蛮好吃的，是不是？是不是？哎，我跟你讲，会洗肾哦！我知道为什么，因为加了可乐果吧？会吗？不知道，可是那个肉还蛮好吃的啊！还是我们加水稀释它，要吗？嗯，好啊，好。加水不行啊，不行吗？你们现在要煮鱿鱼螺肉蒜是不是？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不会，我觉得蛮好吃。加糖，加糖对不对？过咸可以加糖。怎么？我的嘉威好聪明哦，会煮饭，会煮饭，我是会煮饭的。对。但我看你到底什么不会，又会唱歌，又会煮饭，可以，可以，可以。但是糖要加多少？没关系，没关系，给他们加过度，等下就变甜点了。这应该差不多。等下可不可以用筷子？我跟你讲，你评审，我不要我当评审好不好？哎，哎，有开火吗？哎，恭喜啊！嘉威，你现在加的都是你等下粉丝要吃的哦。哎，粉丝会不会都走了？粉丝好像都离开现场了。他很爱我，跳车了是不是？哎，你们进来之前先含一口水。对。然后嘞，好了吗？好了吗？哪有咸啊？蛮好吃，其实看起来蛮漂亮的。还是你都吃重口味的？我吃很咸。哎，我真的是重口味的。真的假的？真的，我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看起来是蛮漂亮的。哎，很香哎，好想吃哦，是不是好吃？蛮好吃啊，有咸吗？有比较不咸，还是要再加一点糖？看你，他还是觉得有点咸。看你啊，看你啊，哦，天哪！再加一把，我觉得再加一把差不多。好的，好的，加太甜哦。好了，那这样，好 ，OK， 好，差不多。可以可以 ，OK。我来看一下网友留言说什么哈，乌苏拉，怎么啦？小爱今天是马兹卡，所以那个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要过来看骂我。其他的啦，还有其他是不是？加
但我真的不懂。黄小安粉丝后援会来了，哎，天哪，强烈指责，来来。哎，有人在说不能把你把我看出去，不是不是，他们说美女不应该被烫手，红牌我会烫到。张你张你要被判什么？我就是被烫，跟你回家啊。老婆，这样你手会被烫到。说嘛，让你手烫到，不会不会。哎，我有个问题，我有个问题，对不起。啊，你们豆干放这边干嘛？啊？啊，没有，因为那个豆干烂掉了。对啊，没关系，我们就可以略过了。说我们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加豆干啊？没有。对啊，我们就放弃了。所以你刚切豆干是切来干嘛的？切来给你看的，让你被那个切来看，让你看它的刀工，让你看到价位不只会差。我跟你讲，我知道了。等下做完之后呢，我们粉丝就是试吃豆干比较安全。哎，没有，这个很好吃，我把它变成一颗足球。好，来来来，哎 ，Brandon， 你要不要试试看？啊。我们现在是粉丝试试啊！我跟你讲，嘉威，我们先做完之后，然后我们先做完之后，然后我们来摆盘，我们把它弄得美一点。好，好，我吃一个，我吃一个，我吃一个。来，我们先镜头带给 Fred 试试看这个，我要喂你，我喂你，厨师不用动手。嗯，这边这个是。你喜欢吃什么？蒜头吗？来，我们镜头看一下哦 ，Fred 要吃了。先把压一压，可以吗？看起来就很丰富。还不错，还不错，是不是？哎，我们是不是成功？嗯，当然不错。哦，是有点咸，可是要配饭啊，还好。哎呦，可以哦。哎，有四个粉丝，我马上做四个耶。哎，不错，恭喜你们。不要多做，拜托。大家 share 就好，物以稀为贵 ，OK？ 好 ，share， 因为只有三个。哦，只有三个吗？好的，好的。这边有啊？哪里？哪里？有没事？其实你们在包的时候，要手要沾点水。好，三个。可以了，我们做完了。也没有关系，等一下我看一下。嘉南，它有白色的，它有白色的那个比较像足球。哪里？不知道，很香。就是你知道，这样很像猪鼻子。是这样子，好吧？这样子没有像足球哎。那怎么办？就这样吧。这是大声还是小声？好，就这样子，就这样，就这样，成功，成功耶！好吃，粉丝，嘉威，你拿去给他们吃，你用你的魅力诱惑他们。我剪一半好了，你们 share。我爸怕太好吃不够分。那我们要来问一下粉丝的口感哦。嘉威，你用你的魅力吸引他们入口，吃下去。我们一个一个吃，然后一个一个讲口感。我觉得这样子好了，我直接喂你们好了，来。哇。那你要先访问他，过来一点，过来一点。来来，进来一点，进来。请问叫什么名字？曹宇成。哦，你要讲全名是不是？再进来一点，再进来一点，再进来。我们全部进来，我们全部进来到足球桌这里。好。好，玉成，嗯，现在要试吃嘉威现在做的这个叫什么东西？爱心足球油污、啊。足球油污是没错，足球是他，油污是我。那、啊、我是什么？你是足，你是那个吗？是他。啊，我是。好，我们快点。好了，打开。哦、到地的吃法。OK， 可以。你是喂鱼是不是啊？好吃吗？啊，来，好吃吗？吃快一点，我们没时间哦。还是小口一点。好香，我可以这样对粉丝吗？反正不是我粉丝。还是小口一点啊！你要敬业你自己的粉丝啊。他本来今天已经被你圈粉了。先生，超好吃，好超好吃，谢谢你。来，他好像是带着恐惧在说这句话。哦，品娟。品君。来，品君来啊！哎呦，好吃哈。OK 哈。嗯，他好像是带着那种压迫的那种成衣裳。嗯，我拿我自己吃啊，好吃哈。那你吧，你是不敢是不想？我想，超想。好来啊。哦，还有一个。好，可以吗？可以吗？有什么感觉？好吃吗？好吃吗？棒。嗯，天哪，我就知道我做的料理。他们是已经被训练了，是不是？都觉得很好吃吗？是认真的好吃吗？你就放胆讲出来。还是嘉威喂的都好吃，他喂的都好吃，很棒。那我嘉威要吃别的东西好吃。来，OK， 好吃吗？超好吃。哎，他们是不是每个人都一罐？他干嘛还来咬？他就说超好吃。我跟你讲，他们可能是那个，他们其实是外籍的，然后他们刚刚在上台前就训练好多超好吃这三个字。哎，那厨房你帮我们评比一下啦，他是真的好吃的。你帮我们评比一下，看我们对不对？是这个，这是你的完整的，你的完整。哎，那个不好意思，我们粉丝吃完是请他们离开吗？谢谢你们，不然我们站在这里，请他们离开。哎，谢谢，可以了。我们在录影哦。你自己叫人家进来的，这样子叫人家。对。
哎，不会拉肚子的，放心。真的蛮好吃。好吃吗？你吃了吗？我们吃哎。请吃，请吃。还是你要我喂你？嗯，走好。你很哎，你有老婆了？我好像不要。我都要提醒他，他很容易会忘记。哦，是这样子的。嗯。其实蛮好吃的，说真的，你们要不试试看？好啊，我刚刚有吃啊。你要吃有料的，还是把它切？在试吃的同时呢，我们要公布一个消息。我们刚刚已经达到了第二二嘉威手的，破关了第一哎，那是170个赞了。嘉威加超过了是不是？150个赞，拜托再唱一首。我们直接解锁，先解锁第一关。好，那你要不要直接告诉我们下面是什么，然后让我们冲一下？再去唱一首嘛。那我先想一下我要唱什么。没有，不是你。哦，不是我，是不是？是嘉威。哎，嘉威，那个你晚上今天晚上六点上的那一首 MV 好强，那一首很好听，而且你知道我是看了非常的有感触，是不是？因为他那个 MV 就是一个女生就那种不甘心不放手的感觉，但是就她又要假装没事。对。因为我以前就曾经有当过这样的角色，所以我非常感同身受，真的。然后我觉得那首歌我们可以听一下，因为真的非常好听。然后 MV 也是很有意境，一样是森林的感觉。对，我看到很多测色盲的片。什么测色盲？有那个测色盲的片啊？有吧？而且你那首歌是在那个海边，海边拍的，就海边跑奔跑啊，然后对，还掉在没有掉在，就是泡在水。泡在水？那你是会游泳的吗？不会，但还好，因为它不是到很深。那佳慧帮我们唱一下《好强》。其实我习惯好强，再傻的月亮你在身旁，却渴望流浪，相信够爱，听过迷雾漫画，会找到对方，相信会放下，只笑哭一场，丢你钥匙却锁进胸膛，越该放弃的越没那么好玩。专辑，真的哎，然后刚刚因为我们做的那个料理，就是顺序可能观众其实他们可能想学，但我们做的可能顺序太复杂，所以我们 cue 一下字卡，让观众可以拍，赶快可以截图哦。对，哦，原来六角形是这样放的，那个是我今天中午做的。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原来哦。好，难怪这样子比较像足球，是也没错嘛。我刚才就想说中间应该有白色啊，所以想说放。嘉威，我问你，因为你是马来西亚人嘛，那马来西亚的便利商店跟台湾的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你现在住台湾嘛。其实马来西亚，我们一般不太会去便利商店，因为我们要买东西都是直接去大卖场，所以马来西亚的便利商店。没有 Seven， 没有全家吗？有 Seven， 但是我们一般都不会去。很少啊，真的啊。然后也没有这么多，也没有像台湾这么方便。对啊。那你自己本身，如果你有去便利商店，台湾的也好，你最喜欢吃什么料理？我超爱关东煮的。我记得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第一个礼拜每一天都在 Seven 吃关东煮。真的假的？你就是热爱关东煮？对，超爱。我跟你讲，我们的厨房在偷笑，他是一个非常贴心的男子，他不止料理好，但他有老婆了。好，对，可惜没关系，但是因为他知道你喜欢吃关东煮，他今天准备了为你特制的关东煮的料理，是用便利商店的食材做的。嗯，对，就是不是像你一般去买那么的普通。真的假的？对，真的，我们今天做的是用鱼板，鱼豆腐做薯条，然后搭配辣的起司酱。哇哦，okay，全部的食材全部都是便利商店的食材。酷哦，还蛮适合的那个。听起来很复杂，但是我们节目只剩下10分钟，没有，又拉了富人的紧张的时刻了。你知道原本是两个菜哦，另外一道菜是西班牙烘蛋，所以下礼拜你就要学聪明点啊，再准备一道就好了。你先做一个嘛，反正我们嘉威是很 free 的，他都 OK。对，好，我们现在可是我们9点半不是要公布那个赛果吗？对。大家那个比分，摩洛哥跟西班牙那个葡萄牙的比分，对，大家赶快猜那个比分。有没有网友会公布？没有，我说有没有网友猜对？我们要送他那个小礼物啊。还没猜对，9点半还没到吧？你过了。9点半到啦。谁？葡萄牙摩洛哥1-0，现在还是1-0吗？现在还是吗？所以他的那个 PEI 得奖吗？是吗？我们选一下。你们选吗？那让嘉威选。我不要选，你不要选，我有选择恐惧。哦，你有选择障碍。好。谁？就只有 PEI 奖啊。我们找一下。那个 ST 什么的，他说好听死了。谢谢。真的，嘉威唱现场真的是会起鸡皮疙瘩。对，那你们选一下，那厨房你要现在要那个。
我现在做的料理啊，其实很简单哈。对，它就是把我们先把鱼豆腐。就是那个关东煮的。最喜欢吃。这道料理有没有一个全名啊？倒挂金钩薯条啊。哦，倒挂金钩薯条，这么简单。看一下肉档。不好意思，我们把它切成这个形状，就有点像薯条一样的。嗯。然后我们再把它用炸的。炸？那我们需要先哦，你已经开了。我已经开了。好，那它这个关东煮是要选择是已经煮过的，还是要买那种没有煮过的？其实买没有煮过的比较好，是不是？对。可是便利超商的都是煮过的。对，它冰箱有卖没有煮过的。哦、真的吗？对，它现在很方便，就是给你回家自己煮。你也可以跟他讲啊，说哎、欸，我要没有煮过的，他拿给你。OK。对。真的吗？真的真的真的。那你自己平常有在做菜吗？我自己平常只是我会买肉类跟青菜，然后青菜就是。烫一下或者炒一下，就是那种简单的。对的，我知道你需要帮忙，对不对？这个是需要微波，因为外面跟我说好像要微波啊，已经微波过了。不好意思，制作人干嘛、啊？他要打断他，继续。制作人吃我豆腐。制作人是要叫你就是惹 Fred 生气的。我就是不想让你有。还是制作人只是为了骂我，他就写肉酱两个字。他自己，你没有看装档哦。只是为了要骂你肉酱。对他只是为了要骂我。你要什么？用讲的。好像找不太到，我在找我吗？没有，我现在要做一个简单的起司酱。哎、欸，那个网友现在还是可以继续按赞哦。那个嘉威还有两个关卡，对，而且300赞。对，还没有那个解任务哎。300赞是什么？300赞就是揭开才会知道，300赞非常的恐怖。我们要让他们有一点神秘感。嗯、啊、，OK。因为我太想知道了。哎、欸，你也不，嘉威也不知道哎。嘉威不知道吗？让我知道。你刚刚看脚本啊。没有了，没有了。他不需要，他不需要。你是来宾好吗？不要生气，你今天是来挑战。不要生气，嘉威，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跟他计较，不要跟他计较。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大家赶快帮嘉威按赞哦，我们赶快按赞，按赞，我们第二个关卡，不要其他的符号。对。那我现在要做一个简单的 cheese 酱，那 cheese 酱最基本的底就是白酱，法式的白酱，然后我们再加 cheese， 其他就会变成 cheese 酱。对。那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制作。所以我们就会加一点奶油，那我们加一点点的洋葱，增加它的甜度跟香度哈。洋葱要把它那个皮剥掉，对，把皮剥掉。那你要切丝还是切丁？我要切丁。哦，好。看厨师这样弄，都觉得他们那个手很巧。那如果是我，应该每一刀全部都割在手上。哎、欸，我好容易会做料理，然后弄伤自己的手。就是配着洗这样子。对，会，就会不小心划到。关系已经太完美了，不要太完美，这样会被老天嫉妒。你是真的真的真的会讲话，天啊！我是真发自内心的。人好好哦。你们要互相夸奖是不是？那我要加进去了。没有，找出我的优点。有那个季朝敏说 Fred 我爱你耶，可是他已经结婚了，不好意思。嗯，还有一个说李嘉威唯独爱你。哎呦，谢谢你哦。PEI 就刚刚那个，对对，刚刚配美。我觉得男生就那个有做两件事情的时候非常做菜，还有一个可能玩音乐，好像吉他手啊，大家就觉得很开车很厉害，也会很帅哦，可以哦。那你有在看世足吗？足球？哎有哎有，每个都超帅的吗？就超认真超帅的。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个球员？对，我是最近很喜欢那个看巴西的时候就很喜欢内马哦，好可爱啊。那 C 罗你不喜欢吗？也喜欢啊，但梅西我很喜欢。梅西你也喜欢？对，我很喜欢那个荷兰的那个范佩西，但是今年荷兰没有参加，不是没有参加，是他们被淘汰了。可能就是因为你喜欢他被淘汰。那你要换人，不要喜欢内马尔，你不要喜欢，谢谢。喜欢内马尔，你不要喜欢。来，我们现在奶油对不对？我们把它做成面糊，所以我们加一点点的。面粉进去，嗯，好，我们把它炒成像乳白色一样，嗯嗯。然后我们洋葱呢，我们不要用大火炒，洋葱的话，如果你用大火炒，它会焦，但它香气会比较好。但是其实我们要用小火炒，它才会产生甜度。好，那我们炒完之后，炒面糊变这个颜色之后，有没有？嗯，我们这时候加奶，牛奶，牛奶，对，好香。然后加牛奶，那个什么，因为太多人在预测说是葡萄牙赢，还是另外一队是什么？哦，摩洛哥赢，但是他们没有讲出比数，所以我们为了放宽标准，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很大方的节目，所以就是猜对的哪一队赢就可以有机会得到了。好，那就是你们选了，有选了吗？再选了，好，我们选了，那你公布。好，好，那我们这时候就让它煮，
让面粉跟牛奶可以混合，它就会变稠，稠状之后我们再把起司加进去，就变很简单的起司酱了。OK。然后这个步骤就很简单，我们只要把它炸熟就好了。就把这个炸熟，那它不用外面不用裹东西吗？对，我们要炸的裹面了耶。对。那可以在五分钟内炸的熟吗？它应该本来就是熟的，它本来就熟的。对。大家赶快继续按赞好不好？我们还有第二个关卡要解锁，这个非常精彩，可以窥探到嘉威的比较私密的一个部分。不是啦，我们在开玩笑哦，是比较私生活的部分。我有允许这件事吗？嘉威私，你刚刚有私密的部分，我们直接掀大裙子。你不要乱说啊！而且你今天穿裤子，没事，还好，我会保护你，我会保护。比较私生活的那一套。那嘉威，你有那个签唱会吗？还是什么的时间？可以跟网友讲一下。是在7月7号的下午2点呢，我会去到那个星光三月站前广场，就是台北车站那边那个前面那个很大的广场，有一个微唱会。Okay. 对，就是他是签唱会，但是他又有唱很多歌，就是唱差不多应该专辑的歌我都会唱，应该啦，对，看大家的那个反应。这次专辑非常多曲风哎，我今天在车上听整个哦，就是我以为就全部都是抒情歌，但是还有很快的那一种，对，比较重版曲风的，也有 EDM， 对，因为这个专辑是嘉威你本身就是亲力亲为的去制作的嘛，就是最嘉威的一张专辑，对，就是从收歌到发词啊，然后曲那个我们制作啊，然后到后面。拍摄啊，企划啊，拍摄啊，包括服装、发型，全部都有参与在里面。像这个照片，就是他自己去前面按定时，然后走过来，再走回去，再按定时。会不会太忙？我们是有专业的，我们有专业的导演在拍的。你们是专业导演，是不是？这是黄松平导演拍的，一样的是，对，拍的把我拍的像仙女一样，有真的很像森林公主，对，可能差很多。没有啦，开玩笑的。今天我们聊天。6点就有这新 MV 浩强出现了，那个真的很美 ，OK， 很美很美。不要说他讲话、啊、差很多，好，飞的现在在加那个气，但他真的差很多哎。你说阿妹跟我本人吗？我说我叫他本人跟拍照，不知道为什么拍照可以拍的，因为他有点上相，他都会修图，他都修蛮多的。因为我刚在后排给他看我 Lina 上礼拜 Lina 的照片，我觉得我有点正。飞的你现在把那个气质放进去，然后把它搅，那是可能是你的角度的关系。好来，好，我们剩最后3分钟哦，赶快吃一吃。OK 啦，直接吃粉了，可以可以，直接吃粉还是你要吃？OK 可以。哎、欸，为什么你放都不会喷？对啊，为什么都没有啪啦啪啦啪啦的？因为我专业厨师。还是我们也放放看。因为没有水，因为没有水。没有啊，因为你要放的时候，你要注意，就是像他讲的。哦、有人中意说，请问这一次怎么没有其他县市的签唱会？嘉威再问你。啊怎么会这样？我帮你问一下公司。哦，所以没有可能之后，我们暂时就先定在台北啦。对， okay, 就是7月7号，对，台北的粉丝就要去哦。因为礼拜六你们就是可以放假。对啊。它是免费的吗？对，免费的。也不用免费的，就直接唱全专辑的歌给大家听，都不收钱吗？对，不收钱。天哪！就是大家来听歌，然后如果你要买专辑，我也会在现场帮你签名。那那天也会邀请阿妹吗？不会哎，不会是不是？谢谢你，谢谢你，我都不知道怎么打他了，天哪！你想打他？其实你可以，你想打你可以直接打。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对，谢谢你帮我回答。跟我说，我帮你。Fred 很乐意，我乐意打他，真的。那你要用什么？要不要帮你讲？不用，没关系，快好了。哎，其实你看他站起来讲什么？鱼条很快哎，就是那个鱼板。哎，真的，你看好像薯条哦，超像薯条的，好美哦。其实这样就差不多了哈，而且看四组的时候几乎都在半夜，你想要吃这种高级料理，你根本外面买不到。对，而且因为薯条就是一个就是一定要会一个很刷嘴的一个东西，对。那我们自己做比较健康，因为至少你知道你的油是干净。对。好，我们现在即将要到达这个第三个任务的关卡，所以因为我们时间剩不多，我们就直接揭开，因为感谢大家嘛，就是直接揭开这个好嘉威的私生活。揭秘嘉威手机中最新的一张照片是？这可以吗？女明星的手机可以看吗？拿手机上来，手机，我们直接去拦截她的手机。哎、欸，嘉威吓到了，请问这是你的手机吗？你截不到。请问这是你的手机吗？你截不到，测一下。你截不到，对不对？密码。对对对。好了，快点，我们开一下。可以吗？我不要看密码。嗯，好好奇女明星的手机哦。好好奇哦，来看。天哪，一堆交友软体。我好像看到一个，哎，我好像看到一个裸体耶。有裸照。
是吗？很帅啊！我看到一个裸体是可以看吗？可以啊，这个全裸哦。真的假的？全裸。不行吧？哎、欸，狗。神经病，很可爱。没有，这不是最新的。神经病啊！我们还要看什么？哇！很 gay 掰的照片很多、哦，怎么啦？我们想就是自己假装在看电视，明明就想人家偷拍的照片。好了，来看一下他最新的一张照片。哇，内马尔，你真的很爱他哎！哎，他这张好帅哦。就是你看那个肌肉线条，真的，足球员的身材真的是完美。看别的，看别的吗？我来看一下。哎，刚刚他拿那个是你的狗吗？对对，我的狗狗，还有小熊，对对对。哎，我也叫熊熊哎。你是熊熊，他是小熊，对。好了，我还是不要乱看了，反正就是一些嘉威的自拍照，非常的美。哎，我们把这个小图点开，这样子，哎，这样才不会被看到很多。很多其他的照片，是不是？对。来，我们这个其实这样好了。其实这样好，然后来把。还有，我跟你讲，怎么会？怎样怎样？怎么会有一个歌手这样子？怎么了？还有一堆优那个优惠券的讯息耶！嘉威你好，勤俭持家哦。周三家庭日，这个什么？买一送一。哎，那今天是礼拜三，你买了吗？我还没买。哎呦，糟糕！所以你很饿完。哎，等一下，飞的，哎，好美哦。哎，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我们在连的时候已经超时了。超时了吗？没有啊。以后我分手，以后我分手。然后这是我们把肉酱这样子。哦，哇！肉酱 cheese 薯条，好好吃哦！天哪，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我们来试试看看，我来拿那个。很美，很美。拍一下，拍一下。这个，这台今天有在用吗？怎么感觉没有？有。刚刚被你摔坏了吧？这看起来很像那个餐厅卖的，就那种美式餐厅。嗯。那我们要来试试看看吗？嘉威可以试吃。哦，要。很烫，你知道吗？等一下有筷子。好。叉子好不好？叉子好，可以。要盘子，有盘子，盘子好，给我那个盘子好不好？好，来，我想这个，我是。好的，哎，没想到那个鱼板，我们嘉威来试试看看喽。好，还有肉酱，你也盛太多了吧？肉酱这边还有，你要加吗？好好好，这样这样这样。来，我们看这个镜头吃，吃给大家看。哦，好好吃哦。很好吃吗？什么口感？这是鱼板的口感啊。哎，我发现嘉威跟他粉丝都讲一样的话，好好吃哦。粉丝都受他的那个渲染，对对对，都是一样，嗯，超好吃。哎，是有起司酱，对，我就觉得加肉酱。那我们熊熊来试试看，我给你吃，如何长得像口感？什么口感？很特别，因为一般薯条咬下去是外面有一点脆脆的，然后里面是软的，对，但它是那个鱼板是软 Q 软 Q 的，吃起来很特别，好吃。来试试看，我觉得是。哎，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子的薯条，鱼薯条，鱼薯条，鱼薯条，哎呀，很有嚼劲啊！好好吃哦，好丑啊你，很丑是不是？我应该四十五度角，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就知道为什么会吵架了。好，不要吵架，我转过去，我吓到，吓到太丑。我们来公布一下那个幸运的网友陈怡勇，陈怡勇，恭喜，可以得到我们的小礼物，那要记得到我们的二四零的那个粉丝团留言哦。怎么样？人家说黄小爱放大好恐怖，是不是？我要拿远一点，你们给我退到那个内湖去。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嘉威，嘉威要不要再次宣传一下你的专辑？然后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OK， 这次的专辑，相反的是呢，就是来，因为我们在后面，因为那个，你就讲哦，好，请。好了，就是因为这张专辑有别于以前，然后里面的曲风有比较轻快的，然后有比较抒情一点的，我觉得这一次很值得大家去一直哦，对不起。后来这次就非常就是希望大家就是真的去聆听这张专辑，就是去认识不一样面向的李嘉威，因为如果你的印象只停在飙高音的话。那你就会错失很多好听的歌，所以这些歌真的很好听。然后如果你想要听现场的话，7月7号礼拜六下午的2点，在那个台北星光三月站前店广场，对，就是在台北车站那边的。我会唱很多的歌，然后可以帮大家好，大家要记得去哦。那我们拜拜，我们下礼拜，哎，那个下礼拜没有播，下礼拜七月见，七月见，要支持嘉威哦，拜拜。